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欢迎回来，看得懂吗？十大，实际上面才卖50块，哎，看这是什么效果啊？这好像是那种录影带效果，是不是？日本街道。这游戏页面上面写支援29种语言，还真的有支援29种语言哦，太屌了吧！然后故事好像是说我是一个女中学生，和母亲住在一起，然后回家的路上，乌木，啊，やば，该死，我的家在哪里？这女国中生要走一走失智，哇乌木，看，住在这边的人都不知道路怎么走了，啊，要第一次玩游戏的人帮他找家这样。这里啊，我家。是哪里啊？干，是真的我家啊。他家的大门怎么在那种奇怪垃圾小巷子里啊？ただいま。回家咯，这游戏有配音呢。画面好黑哦，这没什么东西可以调。我觉得这边应该做一个吓人的点，就是这样，因为你走过来这边嘛，玩这个游戏的人下意识应该都会先看一下楼梯下面，然后楼梯下面就站了一个他妈死人，就把你吓死，你们信不信？気のせいかな。我还以为下面那是尸体耶，没有耶，那是他们家的坐垫之类的。吓一跳，什么东西躺在那边啊？这边好累格哦。喵。嗯？猫ちゃん？哪里啊？哪里啊？看不见啊？起こしてからもう一瞬間経つのか。嗯。你要在家里面找到下一步的道具点了之后，他才继续下去。他说他刚刚他妈妈来这边已经住了一个礼拜了，刚搬家一个礼拜。那接下来我要点下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最大的难题就是下一个东西在哪里啊？有时候我觉得哦，小品游戏。日本人做的小品游戏真的都很危险，都很有大概80%是雷，真的。其他国家的是还好，有时候会玩到神作，但是日本人做的小游戏有80%都是雷作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啦。欸，真的是那种雷到会很生气那种。鏡よ鏡、世界で一番美しいのは誰？干你娘啦！是公平个屁啊！对呢，烦死了！整个家里面所有的垃圾的东西，我他妈都要在那边点点点点点点点，点了他妈的10分钟，根本就没有还没进行什么剧情，一直找同样的地方，他妈走了10遍。トイレは最近お母さん元気ないな。嗯。妈妈不舒服，死了是不是啦？嗯，好大声哦！就是妈妈啦！我跟你讲，现在发生什么事？有没有看过漫画《我是英雄》？那被传染僵尸疾病了，哎呀，冲出来咬人了！赶快把门关起来，柜子挡起来。暗くなったな。
他拿手电筒跟没有拿手电筒的亮度是一样的，那我干嘛拿手电筒啊？手电筒拿起来就天黑了。照明的亮度太糟啦！一，靠北有密码要开耶，搞笑哦！这是密码提示嘛？刚好五位，对不对？水壶、厕所、榻榻米、仓库、房间，顺序啊，这刚好是一个顺序。哎，四，先记一下四，然后是厕所嘛。妈的，走路能不能快一点啊？但是有东西走过去啊，但是太黑了，完全看不到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可惜耶，它亮度为什么不高一点？然后东西做清楚一点，这样你怎么看得到有东西？你根本没看到，然后事件就结束了，这不是白费功夫了吗？これって借金ってこと？砰了一声，是借了太多钱，然后去自杀了，是不是啊？哪边砰了一声啊？这间房子我是不是还有两个房间没有去过而已啊？其实气氛蛮毛的。但是我真的希望他妈能够看清楚一点。哦，老妈死了。那人的模组做的不错哎，哎，人的模组做的不错。我可以做的这么的，这是污泥皮的呢，吃人。这单封面会不会太恐怖了？这单封面太可怕了，把脸打马赛克好了、啊。合家观赏，没有负担，没有压力。妈妈的遗书，说话啊，卡住了、啊。4小时后。啊！他是要自己把妈妈拿去买呀、啊，还是怎么样啊？还是说他已经着魔了？这游戏的开头就是一直在那边点东西，让我觉得很不耐烦，真的有点生气，玩得很不爽。再加上画面很黑嘛，气氛有，但是因为太黑，所以你经常看不到东西，也会让人觉得很生气。但是知道妈妈死了之后，看到上吊，然后又来到这个深山，不知道是想要埋尸还是要怎么样，自己去死，对不对？突然又觉得这个游戏如果能够稍微改一下，就还有的救。画面太黑了，因为它是用模拟录影带的方式嘛，它那个灯如果再亮一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很赞？需要修正一下，就会变得很赞了。谁在跟着我？
太大声是不是？什么？哎呦，妙哎！哇，这边怎么也有上吊的绳子啊？上吊？干，还真的可以上吊？啊？这个意思是说，主角中学生跟他妈妈相依为命，然后搬家来这边住了一个礼拜，发现妈妈欠钱还不出来，然后自杀了，他也不想活了这样。所以他刚刚等于是去树海自杀了，这种感觉是不是？不活了，妈的，死了算了，死算了，活在世上没有目标，没人爱他。虽然他是无敌的女子学生，但是他能够想出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死。然后这个游戏的标题叫欢迎回来，代表是说回到妈妈身边的啦，两个都去死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吓人的点有，但就是因为太黑了，你根本就看不见，好不好？身临其境的体验，大气逼真的照片。他那个妈妈应该是用真人照片去弄的哦，怪不得怎么 Unity 可以做出这么像的模组啊，吓死我了。他们说有看到猫很疗愈，他妈黑到我根本不知道猫在哪里，我只听到喵而已啊！你们有看到吗？哇靠，这么多，哇，这么多好评啊！干嘛留差评啊？我觉得做的不错啦。那这游戏就这样没有了，关掉了吗？我们在开头画面听到这个录影带这个倒带的声音，我觉得应该是后面的人找到这卷录影带，可能是警方去调查之类的。他们就是在观看这卷录影带。他在死之前做的一些动作行为，这样子，就说回家看到妈妈自杀，然后自己也去自杀，有没有？然后一直在倒带。算了，我先关掉了，没有了啦。希望能够修改一点东西，然后就变得好游戏了，这样子。